最后一场，最后一场。Once in a while, showing up against one good Zerg, he actually is always showing up against a lot of the good Zergs, and yeah, never able to quite defeat them, sure, but he gets so darn close. It would be a fantastic story if he could do it here today, but it'll be difficult. We're finally got the game, guys. Finally in it for our last series of the day here on Romanticide. In the bottom right, as the blue Terran for Kaizi Gaming, he is Time. Taking on the red Zerg. 这你们这张脸，最后一看一眼啊，兄弟们，最后看一眼。嗯，拜拜，你妈的感觉跟就跟李飞男说拜拜，兄弟。好了，看一下这场比赛。李飞男跟 Zero 打，其实每一次都是倒在 Zero 的这个比赛中啊，每次都是给 Zero。李飞男摄像头还挺清晰的，你不发现吗？感谢求乃我不能心想事成的飞机啊！感谢兄弟，感谢兄弟。It's like I say, it's not really where Cyril expects to be a lot of the time. So, I'm definitely kind of interested to see if he can pull it back later in the event. Obviously, we're guaranteed to see him. 开局都没问题 ，Cyril 很稳。先看一下有没有野兵营。这张图那个全太阳那个野兵营的位置是有点贱啊。这个位置应该，反正李平南应该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套路的。对啊，还是兵营探路，就最稳的开局。好了，现在看到裸霜可以回去了，差不多了。可以了，都不封那个三矿了，反正也封不住。你要封还是能封的。对，就是说他可能比较了解 Cyril， 意义不大，就封了就只能这样。你封了就哎 ，Cyril 要提防子速度吗？我感觉 Cyril 防子速度开啊，两农民才切。他没有，嗯，他提了狗速就两农民才切，要防子速度开了。哎，稳一点也没什么错了。可能以前也被 Time Rush 过，感觉最近反正李平南打美服也大概一百多，哎呀，这个，哦哟，跑掉了，虎口拔牙，这跑不掉啊，哎，甩不掉，这 Zero 太稳了，这可死肯定死了，死肯定死了，从下面跑，从下面跑，死了死了死了，哎，这是补刀，这是补刀，农民，别打了，走吧，走不掉了，走不到，哇，这很烦呀，这个死了，我靠，死了，算了，也算勾了很久了，该死，这你吧，差不多了，你妈这个再又是这招啊，又是这招，打大可的战术，但他防速度开啊，没有机会啊，这招。Actually, it kind of makes more sense than you originally think. You can snipe a couple units down, and you can really power up like hell. Ghost 房子 ，Ghost 火车。这防御速度开，我感觉李平南这个一点机会都没有。第一时间进来就知道了。啊，里面看到这个防御速度应该很绝望。And what's awesome about this too is that even if it was something like totally normal, 3cc, of course you could just macro better. 好了，看到之后就蟑螂塔放下就好了呀。It's also been very helpful. 啊，插地堡也行。As Pig was pointing out, how he can interrupt. 李培南这个战术其实，他的这个火车可以不用火车侠，因为火车不用火车侠的话，打起狗来操作起来就方便一点。And the ghosts are jus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your queens to liv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basically. And the snipe taking them out as fast as it does can be somewhat of a shock for these Zergs who over depend on their queen defense. 一个怎么说呢？狙是狙不死的，你要补个刀，只能压一下，要补个刀，对，可以，两个，可以，走了。这是李平南，应该是专门为了这次 IEM 准备的 TVZ 的战术。对，
这时候要包这波兵，他不能让这波兵走。你要包，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个包，这个在平地上。哎，火车来保护一下。让你包，你妈的！哎，没事没事，死就死了。这个这对，反正也换了两个女皇了呀。嗯。所以说二本非常快。变波毒爆四矿开起来，好快的四矿，5分25秒开四矿，开四矿还算正常吧？好快，我就觉得。又狙不出来。没事没事没事。平台现在不断的给压力。对。他现在就想要搞女王，你女王只要现身，他就来搞了。狙一下女皇，他因为带个运输机嘛，所以其他火车可以跑，但要被包。不，你那么多火车，你要包是不是有点困难的？也不是那么好包，说真的。对啊。走。虽然你说你操作很好，但是这个火车的东西说不定的，好不好 ？EMP 也可以。可以，就是搞得 Zero 有点不适应啊，这个套路。对，哎呀，在里面火车，哎，火车还先挤出来，烧啊！挤不出来了。其实换的很多啊。还行，能接受吧？能接受，这个换到狗了。李平台又是一个速死开。这个套战术应该是他在他跟肉哥一起搞的吧？搞得出来，然后肉哥觉得还可以，他可不继续用了。但这个战术你速撕开的话，你就要对自己的这个大后期很有信心才行。从刚才跟大河的对战中，我感觉这个大后期李平山打的并不是特别好。三友已经看到你撕开了，已经。毒爆的速度已经好了，现在操作实在没那么简单了。这把到现在为止，我感觉这盘李佩南给的压力还是挺高挺大的。好，坦克架开，直接先扫军坦。哎，军坦不扫吗？他直接打基地打不掉啊。过来打 EMP 放出来，直接散一下散。啊，散的不好。好了，再投。但是这个投就锁得有限了呀。锁得有限。哇靠，这女王。And that's what's so dangerous about making these plays against Serral. He'll find ways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Right? Yes. Yeah. The queen's perfectly placed to deny one meta back. Don't deny the other two, which do force. 哎，五矿是打爆的。不是退的，不是退，五矿打爆的。退。走。我靠，点的不错。差不多了。As I was going to say, I was a little.Disappointed for time, as that was maybe an opportunity to do some damage. 哎，是不是因为 Zero 的这个风格相对来说比较柔一点，所以李平南更能打得出来？ Then he's able to evacuate with two medevacs and bob a fifth base. So, you know, all right. 你感觉呢？有一点，因为大可打得比 Zero 更狠，李平南可能硬碰硬，有点碰大可有点累，但 Zero 柔的话，他正好能让。李佩南把自己进攻打出来，对，哦 ，Zero 直接基地下退了，这个没有必要，尽量的给压力吧，最后还是要打。哎，下面变了很多毒爆，下面要破口了。哎，别搞这种啊！我靠，还行，你不觉得很压力很大吗？还行，下面变了很多毒爆要破口，嗯。这波怎么办？但有个圈啊，还要有个圈。这个圈很关键。还行，可以。
里面两攻两方两百人口这波马上要推出来了，这是里面最强势的一波了。这一波是有机会的 ，Zero 两攻两方稍微慢一点，并且三本还没好，没有飞蛇，这个看他怎么来打这个刺客狗毒吧，完全看靠操作了。坦克先架，妈的架的其实有点太靠里面了，他这个坦克为什么架的那么靠里面？还是在给压力啊，不停的在给。还行吧。架了哥，架了，你先架了。妈个鸡，这个坦克架的真的靠前。但打吧，再给压力，还可以，继续给压力。还可以，正面感觉 hold 得住了。再压坦克，装坦克，再掉下来。左边，就这口气，顶住！妈的，顶死他！塞罗顶的顶的压力很大，解放者在架，解放者。加了六个农民，但是不一定打得穿。塞罗的兵很多，女皇也回来了，差不多可以走了。李平南这里没有必要再打了，后面再接了一大坨，后面接了一大坨。不，他这波要打死你的，他直接就在这儿接了，他不会走的。但是这个时候不退这一口气的话，来了，兵来了，已经来了。他两个坦克如果收了，架到上面去，是不是会更好一点？不，推了之后，推了，就如果退了的话，你飞蛇出来了更难打。现在要包了 ，Zero 要包了。Zero 包了，看到里面第一间开了，看到还可以，直接上，尽量的给压力，但后面被断后援了，已经，这没办法。Zero 农民在跑，想换 Zero 这边换家飞，这基地可以走，没问题。但 Zero 左边已经开矿了 ，Zero 放弃三矿了，对他也不是很敢打这个地方，他不知道你多少兵。基地打不掉，加血加起来了，飞蛇马上要到了，所以说还是把飞蛇拖出来了。飞蛇来了，两把刚好。把飞蛇拖出来了，挡住了，应该是挡住了。哎，这个飞蛇挡住了。后面狗先吃掉。点毒爆，点的还行，可以。但是打不进去，后面又接了一大坨，埋地毒爆也被挡到了。没问题，好，这波有机会。所以说还有一把雾。稍微散一下 Zero 可能要放这个地方，但是他的 BV 他可能不想放这个地方，肯定要放这个地方。对，李平南现在就是顾不上左边，他顾不上左边。好，把这个攻打掉，散开，退散开，已经拉开了。好，把 BV 攻防打掉。好，这口气压住左。如果这个时候能抽两船兵去左下角，完美。先回去可以了，这个地方没保证给压力，然后左下角是不是能来两船兵？他现在集兵打正面，他想一口气。三攻三王好了，哎，投了左下角，投了，可以，这个就可以了，还分三线，就看正面了，现在就看正面全是最关键的。Zero还有点虚的。架住！李平南架住，上军坦架住，分散架，先架，散开，冲了！坦克架太重了，哎，这能换多少？这个坦克架的位置不好啊，主要他军坦没有清光。下面的空投到了吗？解放者应该也到了吧？解放者，下面已经救了空投。哎，这个坦克架的太深了，有点，而且架的太密了。Zero 还是硬啊，这个正面。李平南现在不停的在开矿，左边空投好像也没打到太多东西，没有打到，有点太急了这一下。哎，没投下面，并没有打到太多农民。还这口气，正面他能不能打穿？但地刺马上就出来了，地刺，这个地刺出来不好打了，地刺飞蛇，刺蛇狗毒爆，又是这个局面。这不就是打帮你那个局面吗？甩是甩得很漂亮了。冰跑，来继续狙，但有地刺了，不好打。
Zero 这口气 hold 住了，他包吗？这个包应该过吧？他妈包第四什么东西啊？后面狗来了，后面狗来了，哎，狗来了，第一次倒是打完了，第一次打完了，狗来了，这波损失大家都很大，大家都很大，还能接受，还能接受。上面的矿开起来，慢慢再打。李平台明显有点忙不过来了，现在节奏上来说他很紧啊。Zero 军团下面如果左下方大局观很好，他知道清理上面的矿。对，如果左下方能够有两。哎，这个第一次扑过来了。妈个鸡！他就不要你开这片矿。我感觉输了，这样打的话，这 Ghost 现在在不停的送，哎，鬼兵也没了，直接 PP 了，是卡了吗？他手上有问题吗？不知道什么问题，是手出问题了，还是就卡了，还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可惜啊，刚才那下正面的一拳，我就真的是有机会能够顶穿 Zero 的，继续憋一口气，把矿开起来再说。再说左下角换家了，他要两线换经济，哎，就下面麻烦了，这下面没有东西可以挡，下面虽然你有钱，但是还行吧，还行吧，至少有兵可以稍微扛一下，还行还行还行。哎呦，正面来了，正面上面右上，上面我跟你说挡不住，有飞蛇，有第四，这个真挡不住上面。所以说这分兵处理的就很好，现在李平南的兵也到了，各种狙。好了，挡住挡住，但还是稍微顶回去一点。飞蛇能不能狙掉一个？还行吧，但 Zero 打着打着矿就越来越多了。你没有办法拆 Zero 的矿。嗯，刚才最后还这边那个进攻打得太乱了，有点。攻防的话，现在李平南还领先一点。对，他刚才那团兵啊，就下面投的那团兵，如果是第一时间先投，然后在正面推，可能就效果就好。对，三线解放者刚才也没架到东西，现在一人一半，我觉得打不进去。李培南现在就是你只要李培南只要掉一片矿，他整个就崩了。对，一片矿他掉了。Zero 的钱已经慢慢起来了，而那么多地次 Zero 只要换你下面你就没了。啊对你看到也没用啊，看到怎么样呢？这个防不住，这个第四，这第四根本防不住，太多了，防不住，直接起飞，防不住，真防不住，这个第四。妈，其实这第四被坦克轰的还是有点爽的，但是又怎样呢？他狗已经晋升了呀，太多了，第四太多了，狙一个，狙不出来，狙都狙不到。先把眼虫狙了吧，但是关键是 Zero 这波冲完了之后，正面又是一大票部队准备冲你正面，而且 hold 不住了，没停过，散的还挺漂亮，但是没用啊，这个散的原子弹对你啥用啊？弹没用啊 ，Zero 跑了就好了。正面来了，输了就后期打不过。哎，不会炸自己吧？炸不到，炸不到。正面来了，输了，岩屁打到所有的女皇，打到了，打到了，可以，女王和飞蛇都打到了。兵放下来啊！已经不操作了吗？啊，放下来了。坦克再加开，这边要顶，哎，这兴奋剂也没打。慢慢往前顶，这个钱 Zero 已经快无限了。对，那么多钱，李平南就想一口气顶穿，但顶不穿呢。解放者架好，就这口气，他一爬起来就这口气，是往上走。好，又打几个地刺，又怎么样呢？下面被趴了啊！出兵点啊，这已经还好，连拆两片矿，连拆两片矿。就 Zero 的矿，哎呀，但是
在这个地方，哎，他下面没有，下面已经没反应了，他集结点有问题，正面还压力很大。好好解决，解决了，连拆了两片矿，正面还算 hold 住了，Zero 还有最后一波钱，但 Zero 的矿开得越来越凶了。他这波钱能够变，他这波钱变大龙，你怎么办？正面又来了，那么 hold 得住，还好还好还好。其实正面已经给了 Zero 足够大的压力了。但就左下角的这个矿他解决不了啊，走，左下角的矿他没解决掉，他现在很难去解决 CL 的下面的矿了，左下角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你去打下面，然后你上面十二点的两边矿又成型了，他没有办法阻止 CL 的扩张。 CL 要从下面又要去断他矿，但是这边有大量的部队，等着他过来，飞，基地先飞，也打不过啊！这大量部队上面这个坦克有点可以，上面这个坦克可以，这个坦克转翻了，可以，继续吃，红血了，这个部队都红血了，没事，吃掉了，还行，两个人继续拉 ，Zero 的前期是打的也挺干的，现在马上。再狙，可以继续，好，点掉毒炮，再把他上面两边矿打了，而且他知道下面有矿的，这个时候，正面操作推，狙击在哪里？包了 ，EMP 了，好像打到飞蛇了，打到了，全打到了。这几波 EMP 用的还不错。我们吕布已经2-0了，安心了。哎呀，那不管了嘛，反正打嘛，这个。哎，那出不了线就出不了线了呗，打呗，跟 Zero。对。已经打到现在了，你还管他出不出线？把自己封才打出来就好了。把自己封才打出来就好了，我觉得已经打得很好了。嗯，现在根本就不要去考虑吕布怎么样。对。就跟 Zero 打就好了。Zero 现在也是在各种送兵，好了，这边狗全部抓掉。可以，不要想那么多，放开干就完了。两边矿又被拆完，现在其实 Zero 没什么矿，他就六点钟。他左下角的矿也快干了。单独解放者其实不该去，我觉得单独解放者真不该去。没事，还是要有点兵的。对方没有什么对空的呀。飞蛇呢？飞蛇自责呢？飞蛇在打光了呀，哥。Zero 没钱，他不是没钱，没钱。是在打光了呀 ，Zero 的钱现在也很紧。飞蛇来了，解放者加注，你拉走，这里兵够了，这里兵够了，你拉。拉开，展开，吃地刺，你妈个鸡，让你来！上面坦克被拉下来了，我靠，这个拉的有点凶啊！妈个鸡啊！还有两个坦克，这波损失很大，李平台损失很大。啊，兵回来了，兵回来。但正面有点顶不动了，正面的兵全部回来，你正面就被吃了，感觉很吃力了，李平台这一拳，感觉要没了，非常吃力现在。战线拉得太长了，李平台现在 Zero 左打右打，而且最后他有气，能变很多地刺过来搞你。狗打了，甩两下狗就打了，女皇有点打不动，女皇可以走的呀。这下面怎么办？飞呀、啊！这波部队太多了，他直接站出兵点了呀。EMP 也没有，没甩到，哎呦，完了，出兵点被占了。没了，这个真的是绝望了。Zero 还是 Zero 啊！我靠。最后，哎，也算狙到了，最后只有左下角没控制住，最后打消耗打不过了。我 Zero 扩张太厉害了，他你一打左下角，他马上就上面开起来。就不停的，就还是那一个失误导致自己输掉了，就一个失误，真的。这李佩兰这盘打的其实打的相当水准已经打得很高了。
一个失误啊，就正面那下。哎，我打得挺好了，这盘也没什么遗憾的。打得你现在不错了，没遗憾，没遗憾。只能说 Cero 很强，真的很强，强的要死，好吗？这个真的很强，这个兔子，妈的，夸张，我就是。这他妈都捅不死他，牛子哥。他永远两线在那边扩张，你知道吗？他进攻也永远是两线，对不对嘛？他的进攻也是永远两线。这样的虫族谁能制裁？你不但觉得自己还有钱，还想继续打下去。Then he just took the bottom left, right? And that was the issue. Where was Time's next play? Well, there wasn't really one. It's a huge map to rotate on. You need your jobs to be giving you that head start on the rotation, and that was just never there. 其实刚才帮你打大河那一场，其实帮你是给出了怎么打第四大龙什么的这种说法的。对，哎，这狙的还挺爽。Yeah, just need that overseer and the ghosts can't really do it all by themselves. Time might be thinking this map is worse than. 其实 Cero 也就六点钟一天矿了，他没矿了。Consistently, and then denied that third one to the bottom side. But we can see the numbers. We know it's not just these six lurkers. You know, and the ghost snipes might come in big if he can get that overseer. It is more than that, and more behind it as well. Cero might not be mining the best right now, but he's still mining. Very technically, long distance mining right now.经历了吧，经历了，经历了，经历了。兵力差距太大了，现在。这波部队怎么挡得住？这种局面，这个部队就无敌的。接得漂亮，接得漂亮！我靠，反复不停的拉回来。你妈个鸡，拉死了已经。这你妈，这种第四根本解决不了。继续。哇，尽力了，尽力了。Zero 也觉得打得很累啊，这场。Daryl has been very good about that. Not usually having to use his clutch factor against time. 第一场算是打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比赛啊！哎，I guess time's aggressiveness on that third base is just a bit too much of a surprise. And if he had been able to utilize that momentum, 其实黄哥第一场才真正的生死战。你说的没错。Thinking too much of his army, perhaps in his position to move through the middle, was a very bold choice. And perhaps even we can blame the map a little bit. You know, Romanticide is a map where if you're to the right, if you need to get to the left all of a sudde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hrough some dangerous terrain as well. If maybe it was a more, you know, direct map, vertical map like a Jagannath or something, maybe it can beep up a little bit quicker. Maybe that drop does happen.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 right? But time lost momentum in the mid game. Unfortunately, loses game one against Cyril. Cyril, you know, he did struggle. 感谢球奶，我今年发不了 SCL 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感谢兄弟。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李平南跟 Cyril 打，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And he just went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map, and it's almost like he didn't believe. 每次都这样啊，就差一点点，一点点的。对。You're just playing a completely different game. You're just trying to bum rush the middle when, in fact, the bottom left's where you need to be. And I know we've said it 1,000 times at this point, but drops. What if you already had two medivacs in the bottom left? What if that already gives them the time? Maybe not even to go bottom left with the main army. What if that lets the main army in the center actually get in position without it becoming an overextension? Right? There's just those few little things that time maybe could have done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Unfortunately, he wasn't able to. We actually set up on light shade for map 2, Zombie Grove,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Romanticide. It's been kind of this kind of weird map. I'm not sure Romanticide's the map you want to start on against Sorrel, but this. 现在十二强里面三个虫族，啊，不过神族后面还没打呢，就打了一个 show time。后面强的神族还没出来呢。
float sometimes does lead it's one way or another in terms of the balance. It just time should be coming in here with a choice of his own, because of course he didn't veto Lightshade. If this had suddenly become a map where he would have loved to veto it, then we're talking something complicated, but没事，打得已经不错了，打得不错了今天。对，今天的比赛我觉得李佩南发挥的非常好了。嗯，打得很好了今天已经。这个毕竟是世界总决赛，对不对？他其实已经进了十六强了。goes for an aggressive build as he can definitely do so. We're gonna have to wait and see as we're still getting into the game here. Yep, time has just taken a moment to BRB. I'm with you. I think Lightshade's like it's not as difficult to rotate on as Romanticide, right? So maybe if you do get in that kind of position a game, and there are positions you can use, you know, that ledge that goes above the kind of the low ground fourth we sometimes see, that's a really good position. That's really popular with Terran players, so maybe we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Of course, Time could bring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yle. I know he went for this ghost build. It wasn't like the most passive opening from him, but it was still with three commands. So maybe even brings more pressure early in the game too. Just get a bit of momentum there, and then go from that point on. Time back. 感谢李少尽力就好，还有求老仙，求老仙来我，妈个鸡啊，看不到了！求老仙来我考学失败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啊。反正尽力就好吧，这个最后一场打完我觉得也没什么遗憾了，这个 IEM 打得不错了，对，就这个水平他也没什么好自闭的，这个今天打得不错了已经，对，好，期待最后跟 Serral 这场大战能打得好一些啊。Yeah, that's always unfortunate. Like, you just gotta sit there and kind of just hope other things pan out while you're also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s game pans out well for you. But this is one of those situations where it was, you know, half out of his control. And unfortunately, it went not his way. 感谢求老仙奶潘慧全家安康的飞机。感谢兄弟。这个狗逼你妈的每天做这种事情，我靠。So I'd like to see this guy still bring it back.In the top left of Lightshade, Team Kaizi Gaming, he is Time. And of course, 李佩南刚才那场 TVZ 要比吕布打的要好看多了。打其实整个节奏是很紧的。对。非常非常紧。吕布是有点跟不上节奏。Just found success on it. You know,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hat map was going to be the least chosen in Katowice, and I was like, well, it's not a very difficult answer. Submarine. 其实我看了一下，吕布他妈也就赢了三场 TVT。这是啊，谁赢三场 TVT 谁就出现了，不就是这样的吗？对啊。谁叫你李佩南上来没有赢 TVT 呢？那不就上来第一场就生死战吗？对的。I mean, it's very easy when you've got like a map like Submarine to hate on. To be fair, it really drives the content for the map. 感谢球奈 Time 永远进不了级的一个飞机，这没办法。感谢兄弟啊，这个已经进不了级了。It's not going to be a map too commonly chosen, but it will inevitably find its way. 已经进不了级了，就这样吧。As we move into a bracket stage, we'll talk about more best of fives, for instance. 打得不错了。Inevitably, a finals on Sunday. 妈强的人是 Dark 好吗？小组赛到现在为止，4-0，最后一场打 Major， 现在妈没有丢过，现在9-0大就小分。妈绝逼吃药了 ，Dark。Wow, over the four days now of competition, Submarine played three times, twice in TVT and once in BVT. Yeah, that's in context, guys, is that the first day alone had 20 games, so that's out of like 150 maps. Yeah. Yikes. 好了，这边球奈明天别墅不成交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要点，强一点，漂亮，但是自己做不掉。
哎，哎，他刚才往虫族家里面走，其实就走掉了。也走不掉，上面有个女皇。那至少你再能多活一会儿嘛。只能说李平南有点狠啊，强行为了点这个。Time can't confirm that he isn't doing that, right? So it's just that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you can do to punish this sometimes, especially a map short rush distance like Lightshade. It's not the map you want to lose your Reaper on, that's for sure. 3 CC early in the game as well, he'd be susceptible to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yrell. Oh, there it is. 其实李平南的提高大家都是看得到的，把蟑螂一拨，所以说不想给李平南太多运营的机会啊。蟑螂一拨了。以前你们想李平南打 major， 不，以前李平南到这种组，基本上就是零杠六，零杠五就没了。对的。现在还能够争一下出现权。出个女妖，出个女妖。好，出了。好，出女妖。对吧？至少打到现在还能争个出现权。Doesn't fully guarantee your defense. Sometimes, you know, if the banshee 蟑螂小走一波，这个，嗯。但他这个蟑螂走一波也是运营型的走蟑螂一波。Maneuver to change up once you've known that you could be facing something dangerous. Cyril 一直这样的，他会补一波狗的。其实我一直想学他这个，但是又掌握不好。他的那个狗的数量就很精妙，你妈不太影响经济，知道吧？他就是有一波。你用这个战术打一百盘，你一定会掌握的。啊，他这个狗补的有点多了。对呀，就是他这个狗的数量，你感觉好像有威力，但是他又补得出农民，是不是嘛？我怎么感觉李平南没了呀？他这么鱼要切出去了。你要切出去了，切出去人没了呀，他就没想过对方会蟑螂一波，对，摇头了摇头了摇头了，他就没想过会蟑螂一波。Cero 现在也经常打一波的呀，他这个是补农民的一波，妈的只是把你打残废而已，然后留着慢慢玩。所以我就跟你说，他这个战术很精妙呀。把你这个火车耗完之后，狗子要冲进来就没了。不能被破口，不能被破口。火车你妈猛烧这个，猛烧。好了好了，守住了，守住也很伤，伤的一逼好吗？这个农民呢倒没怎么死，但是很影响节奏。Zero 打完就64个农民啊！对啊，关键 Zero 完全。就完全没有伤，我就感觉李平南就没想过 Zero 会打一波。科技嘛也不慢。哎，这波矿罗砸的我靠！哎，行吧。他也问你退了，还行。还行还行，机器了机器了。啊，但包了，没了。机器了。赌一下。机器了，这个已经伤成马了。李平南真的很想赢啊。攻一方，现在四矿其实也可以开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压力正面。嗯，这个运营的太舒服了。哎，你想想，这世界总决赛连梭拉连那个碧云都出不了线。也是。But that is a chance that that time's gonna have to take. You know, just really solid defense at home and drops. I would say is the best way. 只是说呢，我知道，虽然我知道李平南这十个小组出现呢是出不了，很难出现。啊。但是真的没出现呢，还心里面还是有些失落而已，这个也很正常。那肯定的。我们其实也，你说。再怎么讲还是有点失落的呀，还是希望他出现的。那永远在跟自己说，哎呀，没什么。但实际上心里面还是有点失落的，看着总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对。Where is Cyril's forces? Where are Time's forces? Because Cyril will just have so much now. If Time can hit right now, this would be the weakest point of Cyril, right? He's not quite got bailing speed. He's not quite set up with that mega economy turned into units just yet.
This is maybe Tony's best chance. He cancels a fourth, but guess what? The third isn't mining, so he's still in trouble. 李佩南现在有点乱了，这个三矿炸一下。哎，没事没事，再投主矿没用，兵已经到了，没用。而且 Cielo 一点机会都没有给啊，直接刺着狗毒爆。这个就是他占的优势，他最擅长的打法。对。But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well at least this and at least that and you know. 啊，不分这个组，说不定有机会出现啊！哎，这个就没有如果的东西了。其实没，这个没有如果的。没有如果，你要想其他组还有那么多 P 呢，那也不好打呀。你平台本来 TVP 也打的没有其他两个对抗好。说白了，他这个分组还是分档，分档那个。对呀、啊，你是按照你 WCS 积分来的呀。对你不可能分到这种很弱的，首先。Yeah, it really is just like everything's getting better for Cero, right? Bane speed is done, the creep is progressing, he gets toward four bases. That was the. 虽然我们在开玩笑说国足什么的，感谢肾亏的火箭啊！虽然我们在开玩笑说国足什么的，这个完全不是国足，好吧？这是世界杯，好不好？对啊，世界杯分到巴西，分到德国，然后另外几个也不弱，什么土耳其什么的，还把这些队都干了，然后最后是输给了巴西和德国，没有出现。你要这样想，又是这个角度，又是这个角度。你国你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国足是什么？国足是那打的打的打输给越南，输。这把国足也过了好吧，国足输越南，输了个什么，输了是什么泰国啊，直接抽。我知道这个比赛打下来看下来还是就跟 Cielo 打，该不是这样的，该赢的都赢了，对，该赢的都稳着发挥赢了。这个人口其实也没有落又这个角度又来了，这个角度真的刁钻，他这个角度真的刁钻，牛逼牛逼，这个没办法，吕布也没防住这个，对，很刁钻的一个角度，每次都滚得到完全没反应，你知道吗？完全没反应啊！他妈明天也去试试看这个角度啊！直接上了。点毒爆，妈个机器正面已经打得很好了，已经不够了，打得很好了，这波我靠还有那么多，哎但没用，后面还有，妈还有那么多毒爆呢，妈的 Zero 也有很多毒爆，就是你们，其实李平丹正面这拳还是挺硬的，刚才那波其实打了很不错的一个战损了，嗯，讲真的挺硬的。Zero 又穿狗了，他有优势真的是输不了。一个有优势 Zero， 对吗？该放的时候他就放，该干正面的时候干正面。直接九死一生，毛头回来，你妈！推回去河下兵怕被包。等两个两防，等两个两防，最后拼一波，没了，没有其他机会了。这个刺着狗毒爆，这个就 Cielo 这个刺着狗毒爆的套路，我现在没有看到几个人族能打得赢这个套路。对 ，Cielo 他的这个刺着狗毒爆太强了。好了，这可能是李平台最后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波了。换家这个狗逼！最后一拳，要包夹。你给他几个？你给他一个痛快吧！给个痛快吧，给个痛快吧，包夹吧。是的呀。在军坛上面给个痛快，来了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给个痛快，看看李佩南的两百打两百，散开，我靠，毒爆全部打光，毒爆打光，可以，但还是打不过，但没用，还是有那么多毒爆，再来一拳，家里面被穿狗了，哎，就下面不要管了，就正面这波兵送完就集气吧，压力是给够了，但没用。我靠！后面还有，爆点的，积极了，积极了，没了，积极了。只能说 ，Zero 真的很强。李佩南也尽力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打了两场世界总决赛的决赛啊，打了场大可，打了场 Zero。
你们俩还在坚持，但是这个挡住的太多了。他说打了个什么东西、啊？机器，哎。跟 Zero 说让他 go to champion。哎，算了，小组第四。啊，最后我们踢两球好吧？来吧，没了吧，今天没了。